都会用上这个小东西，小小一指，打开就是一个海绵棒。耳机盒需要用棉签费力清理污垢，它转一转就搞定。另外一头打开就是清洁刷，清理耳机手机平板缝隙也是很 nice。还有一个取卡针来辅助，清理耳机孔手机孔很轻松。同时打开盖子，还是一个可以装两张 SIM 卡槽，小小一个收纳方便好携带。这个户外灯既能露营用，还能室内用，以后晚上停电也不怕了。造型复古，户外一挂就很有氛围。两种灯光，无极调节亮度，柔和不刺眼。关键供电特别方便，平时充满电就能用很久，没电连上充电宝也能用，还可以当充电宝给手机充电。打开驱蚊灯，放上驱蚊片，既能驱蚊也能当夜灯用，放书桌卧室好看又方便。